你要是连宿舍大门的进不去，好，我算你运气大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你真是没用，你看得见都不知道，我怎么知道？ 一个见此从澳门追过来，一定是看了报上的报道，把你当做吕红了。可是我根本就不是吕红啊！很难跟他们解释清楚的，何况你是跟我在一起，他们不会相信你不是吕红。那我的处境不是很危险吗？ 蓝先生，对不起，打扰你了。没关系，我先走了。再见。高小姐，其实昨天我找你是要你帮我一个忙。好吧，我再考虑考虑。再见。